受着神的运行劳苦，对，好像每一位圣徒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，好，为着一个新人的功用与完成。弟兄姊妹们，诸位认为服侍人简单吗？不简单。保罗，我们知道他恩赐很大，能力很强。你看新约过半的书信啊，十四封书信是由他写的。当他来服侍人的时候，常常流泪。为什么？服侍不来嘛，光景好像不如所期盼的嘛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流泪的脸，然后呢，愿意在这个为弟兄姊妹再受生产之苦，很艰难嘛。生一次了，传福音已经很不容易，叫他得救了。得救之后，哎呦，在属灵上啊，要拉拔他长大，啊，再受生产之苦，是不是呢？然后在服侍的时候，很多很多的为难啊，出路好像都绝了，还好有一位可以靠的，好像并非绝无出路啊。对，常常觉得好像没有盼望，断定是必死的，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服侍不下去了，走不下去了。所以我是觉得一个经节是非常的好哈，哎，这位不放弃的使徒，他怎么能够继续的服侍下去呢？是照着神的运行来劳苦。这个照着神的运行，这个大能啊，在那边运行来劳苦来服侍，啊，来竭力奋斗，啊，他就能够一个一个的去啊，喂养去照顾到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。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后面啊，你可以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他的心中，那个问安啊，那个有名有姓的提到名字很多很多，不只是罗马书，好几卷书都提到许许多多他所喂养的弟兄姊妹，而且弟兄姊妹呢，感谢主成为他的喜乐，成为他的冠冕啊。弟兄姊妹不要怕，常常有时候你带弟兄姊妹来了啊，又来参加一个聚会啊，是不是呢？阿英都吃了，进到聚会中，带回他说他要走了，聚会不到十分钟，他说他要离开了，非常的不容易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想象我们的使徒保罗，他有一个凭借，他是劳苦的这个服侍的时候，明白？他有一个凭借，他有一个大能的一个支取，明白？啊，就是啊，那位复活的主，他带着复活升天的能力，你们啊，当保罗言语这位主，亲近这位主，这位大能的主，你们他大能的运作，你们就在他服侍里面运转起来，你们啊，我相信刚刚也有一些见证，弟兄姊妹们觉得服侍上好像不容易，但是总有进步，就这样子，到底是谁做的吗？明白，是主大能的运作，当我们在喂养人的时候，也在那里面运转起来。明白，就带领他，带领这个啊右任的这个肢体呢，就有生命上的一种的进展。明白。那这个生命的长大呢，这个在圣经里面啊是提到很多的啊。当然，这个长大啊，圣经是提到身体的长大了。那圣洁的长大一定是来自每个圣徒的长大啊，每个圣徒的长大呢，来自于大家愿意追求啊，愿意多多的被带到基督的丰富里面，里面愿意多出一点的代价，里面啊，每个人都出代价，每个人都多吃喝一点这个丰富的基督，每个人呢都在身量上有点的进步，有点的扩大，里面有点的长，啊，全身体就长了，里面啊，身体就渐渐长大。一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，明白？这个身体呢是主所要的，啊，这个身体也就是啊主所要的新人，对，明白？身体长大提到新人有没有长大？
圣经里面我们直接提到新人长大呢，可能不太明显啊。事实上呢，新人就是召会最高的启示。召会是蒙召的会众，召会是神国的这个国民，召会是神家的家人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召会是新人。这不只是从世界中被神呼召出来而已，妹妹啊，被搬迁的一个范围，进到神国里而已，也有他的生命得救而已。他是有基督做人位、做元首的，妹妹。而我们是他元首之下的，伏在元首供应之下的蒙恩的肢体，妹妹啊，这个是更高的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这需要否认我们的旧人位，这需要脱下旧人啊，妹妹和旧人的行为啊，妹妹。那所以呢，新人呢可以说是教会最高的启示。我们不要以为啊、哦，我想做他的生命就够了。他的生命当然甘甜啊，当然丰富啊。但今天主还要要求我们接受我做人位，把空间让给我。你们啊，我们呢天气稍微冷一点哈、啊，听姊妹都比较起不来了。啊，主啊，我们是不是把人位、让给主呢？还是把人位让给床铺呢？床铺没什么了不起嘛，但 就让给他了，是不是呢？现在主在我们心中那个、啊，我们能够来多多多多的来尊崇啊，来爱戴，来高举，那个感觉有没有呢？你们今天我们说犹大你好差劲啊，你把主耶稣用只有30锭的银子给卖掉了。今天恐怕我们卖把嘴子卖掉还不到30锭银子，是不是犹大出去吊死了，你的属灵被吊死了。主耶稣，你们到底我有没有好好的来把我的爱主来们让他更多有空间。主啊，向你认罪，向你悔改，你们我们今天撤离自己啊，也要好好的刚强起来。姐妹，来呀，教导，来劝诫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。保罗说啊，啊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这个劝诫跟教导很难呢。今天我们啊，在教会生活中啊，都很怕去给人家劝一下哈、哦，怕一下就翻脸了嘛。你敢劝诫一个弟兄姊妹吗？很直接跟他说点诚实的话吗？我看在教会中，我们都。客厅相安的、啊，所以我们的格，我们的那个标准不高、啊，弟兄姊妹。但是保罗他能这样做，我相信他有爱，哎，他有大能，阿门，阿门。他知道他这样在爱中，他流泪的劝，阿门的时候呢是有功效的。主啊，我的弟兄姊妹，在我心中啊，我爱不爱呀、啊？阿门，有没有过多的爱呀、啊？阿门，有我自己有没有过多享受这个大能的运行啊？我的属灵光景是不是正常啊？主啊，我需要回转了、啊。我们要认定那个主，你是有大能的。阿门，我在你这位大能者的里面，阿门，我要紧紧的契合于你，跟你连在一起，享受你。阿门，天气这怎么冷，不怕。你们啊，要挨家挨户去劝去看弟兄姊妹，因为摩托车一发动就出去，气温稍微降2度，不怕。阿门。啊，好叫呢，这个啊，教会的光景能够有所转变啊。对。然后有几个字啊，我是觉得我也摸着了，就是这个更加的更。啊、对。啊，长大那个长字，我觉得我也摸着了。今天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啊，不能做老小孩哈、啊，哎，需要记得追求有长大。那个更字呢，这个更字呢，需要哈、哦，这个啊，我们还要操练。有首诗歌呢，使我愿更多认识基督。我算了一下呢，有20个更，或者说20个更多了。里面啊，今天我们有了，我们还要再加上去啊。里面圣经也警告我们了，你若自己不尽功用哈，不给出来哈，不多一份的这个啊花代价哈啊，来多追求，连你所有的都要夺去。你本来昨天的光景还不错了，你今天稍微松懈一下，你今天就不行。不，我们要警醒，要更多啊来认识基督，更多追踪他的这个道路。阿门啊，
更多认识他的救赎，更多享受他的丰富。Amen。哦，我愿更多认识基督。Amen。更多享受他的丰富。Amen。我还有我派里面的弟兄姊妹，我所关心的这个新人弟兄姊妹，都有这个更的感觉，有带动。Amen。啊，能够呢，有了再加上去。Amen。哦，喜喜乐乐的跟随主。弟兄姊妹们，照理说应该是有这种氛围才对。Amen。上交的一个有盼望的氛围。Amen。从我开始。Amen。哈利路亚。Amen。照着主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。Amen。能够来竭力的奋斗。Amen。并且我们就是那个不断接受的人。主说他的能力向着这个不断接受那个信的人。Amen。照他的力量是全能的运行。啊。会有不一样的光景，会超越了浩大的光景哈！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不看自己，我们只看我们在大那个宝座上大能的主耶稣。你们照会光景因我而改变，因我和我的活力一半的大改变。你们啊，我末的荣耀大过先前。你们希望到年底之前，我们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能够这个。啊，把弟兄姊妹再多多的团在一起啊！新人在以弗所书二章已经被创造出来了，但是需要以弗所第四章啊，需要就生活上的应用经历，里面啊能够达到这个对神儿子啊那个完全认识上的意义，哎，达到长成的人，达到基督丰满身材的度量啊！赞美主，里面愿意在花莲的教会生活。满了被成全的氛围，阿门。许多弟兄姊妹经过这样好的这个主的话的这样的啊锤炼，里面都是有根有基的，里面并且这边能够为他的见证啊，他的金灯台的这边能够产生更大的果效。因此我在花莲这边啊，能够呢照着见证更加的辉煌，里面啊能够有更多的啊，我们将来可以诉说的，可以赞美的，愿我们彼此鼓励。阿门。